呢度系火星，隔篱嘅月球，再隔篱嘅地球，在里面嘅新疆罗布泊沙漠，方圆几百公里，冇人冇物，冇手机铺，冇药房，但系有好多沙沙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我哋 Top Gear 嘅探险队。喺咁危险嘅火星里面，我哋架车究竟得唔得嘅咧？佢系平治 G 五百私家车嘅砖头，5.5公升 V 八，马力387匹，喺公路上面0至100，6.1秒就搞掂啦。不过笨笨嘅佢喺公路上面嘅表现实在麻麻地，去到沙漠佢又可唔可以平反呢？咁不如就交俾我哋嘅沙漠小王子陈欢同大家试下先。这台 G-Wagon 呢，在罗布泊这样的地形里面呢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。你看现在我大概速度，虽然只有30-40，但其实，你实际的速度感大概就是在赛道上面开赛车这样子。越在这里开多一分钟，我就越有一分的疑惑。好，就是说，在市区里面买 G-Wagon 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点呢？